虽然是坐在轮椅，虽然囡仔必须爱在老师甲志工的协助下，才会当完成各种的动作。不过看到因会当伊来完成挑战，对学校来讲，拢是囡仔一大进步。耶！我们获胜了！成果展来表现出很多组别，然后来让各个学生参与。然后去体验不同活动，有不同的目标跟目的。这是婚姻特殊教育学校为四年前的针对国小一的合同设计适应体育，让这中众多心心障碍学生会当透过各种的器材协助来训练因在生活上的能力。今年嘛特别邀请家长甲志工做伙来动动，做伙来看囡仔纯真的笑容。因为学生要透过完整的完成活动，其实都需要大量跟少量的协助。那目前的志工其实多半是家长，或者是由学校社工师向外寻求的资源。那目前只仅仅有八人，所以很希望大家可以共享盛举。在成果展中，会当看到囡仔进步，校方嘛透过这套的训练，培养出特殊奥运的金牌选手。老师吴素玲表示，这个训练拢是老师当年来经验所设计完成的。老师去特教老师去沟通协调，然后研发出来的活动，我们是为孩子量身设计的。那可能坐轮椅的学生啊，他没办法举手，没办法抬脚，可是我们可以透过特殊开关，或者是放入一些增强影音效果的游戏，让他们喜欢这个活动。那感到乐趣，然后会玩得更开心。在活动中，囡仔行动虽然不是真流利，但是只要完成一个挑战后，对家长跟老师来讲，拢是上欢喜的代志。记者真心，长报道。